中间第一排三个 H， 小弟老师最左上啊，左上左上 ，PVPS 周刊，哎哎，你们今天来留下来的画面会永远的留在大家脑袋里，因为看到他那么激动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心里的感觉吧，就是看到王家，看到张家。所以你问我这个军人家庭对我的影响呢？我觉得是可能因为我的哥哥们都会讲到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多么的严格，就我们那个时代小孩不值钱了，就是最好谁把抢去两个最好，所以呢，管教都是很严格的。但是可能我比较小，所以。我还没有接受到父亲最严厉的那个最有力气的那个年代的管教，但是呢，就是已经算是很严格了，所以但是我没有特别的感觉到，就是大家的父母都严格，我倒没有特别感觉到，因为他是军人，所以这样子严格。那只有一个部分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是所以。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呢，就家里面或者是身边常常都有五湖四海，就是流离异乡的这些那个，当时不管是拉夫或充军，或者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就是各种，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是最大的影响。就我从小听很多他们讲的打仗的鬼故事啊，谁某人怎么勇敢啦、啊，他自己怎么勇敢啦、啊，几乎每一个叔叔伯伯都可以把那个裤子撩起来给你看，弹孔从哪里进去什么，然后要不然就是说他的功夫以前多厉害，他是怎么特别训练，他是一个以前我们都用日历嘛，所以一年的日历都很厚，他说。他们那个训练，他们的队长是一拳可以把日历打通的啊，就是啊，然后还有听那种铁板快书，就是各种家乡的那种广播收音机里面听啊，铁铁铁铁铁，他有个铁板，咔咔咔咔咔，这时候张振飞到了，什么，就是这种说书的哈、啊，那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对，就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对家庭对我最大的影响。然后到了大概要高三的时候，我本来在打篮球，我们的初中，我的年纪啊，初中是要联考的，我是国中的前两届，那所以就是应该是要联考，但是呢，我就是就说我要打篮球，所以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父母，说人各有志啊什么，所以我就没有参加联考。那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老师说的一句话，我开始想说，哎，我将来究竟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的球队都是国家代表队，所以就非常可能就是保送体育系，然后就做体育老师。那我个人对体育老师印象不是很好，然后又想说。完全没有想做体育老师，完全没有想，所以我就退出了球队。所以大概是到高二左右，我才开始想说将来要做什么。所以我就转念之间，我就开始念书。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念的是淡江中学，就是非常古老的马偕博士创立的淡江中学。那我们有一个传教士德姑娘，她就找我讲话的时候，她就说。小弟，你以后可以去念戏剧。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人念戏剧，就是考大学非常难考，而且要考上的话都是要什么律师啊、医生啊、哈、工程师啊。戏剧是什么东西？而且我们的年代从小就会听到说，唯女人与戏子难养也，就是戏子是好像身份很低的人。那我想说，
为什么一个老师会叫我去做戏子呢？就觉得我是坏学生，所以他只是怜悯的帮我想个出路这样。但是做梦也没想到，就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大学，我考上了文化戏剧系。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被侮辱到了，怎么办？我要重考吗？成绩这么烂，考上了还想重考？可是没有想到，我的爸爸大概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过我会一下就考上大学，反而是我的爸爸立刻送我一本《中国十大戏剧名家》，那我就开始看，哦，原来元朝就有演戏了，啊，演戏是这样，原来是真的可以读的。所以我就进了戏剧系。那我到很后来才想，因为我们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后来在想，其实我可能真的天生注定就是要做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么会模仿人家，这么搞笑啊，然后老师叫我念戏剧系，然后怎么想得到我会考上大学，考上戏剧系，然后就发现自己真的非常有兴趣，嗯。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所以我算是科班出身的。对，这个剧场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我应该说我学的最完整的是剧场教育，我非常非常想做剧场，其实，那但是。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的老师姚一伟，我就跟他讲，我想做剧场，也想学拍电影啊，就是也想，因为我电影没有念完，那他就跟我讲说，小弟不可能，你一定要选一个，所以我就还是选择去学拍电影，就是在现场学习，所以后来我们拍电视就是。拍得很有成绩以后，我就立刻开始想说我要来做剧场。那我们的剧场，你问得很好，就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我在剧场上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在一个职业剧场里面工作学习，然后我有一次碰到了韩国的一个剧团来美国演莎士比亚，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破破的文化戏剧系毕业就是演莎士比亚，大家都穿着雨鞋当靴子那种，我想说干嘛丢人现眼，我以为是跟我们一样的呢，结果在他们身上我忽然发现我怎么会来美国念戏剧，我忽然知道说全世界最精彩的剧种就是我们亚洲的剧种，好，因为我们亚洲的这个剧种呢，就是像中国来说吧，90%的人是不识字的，啊，对不对？中国以往历史90%人不识字的，所以你要如何跟他说一个故事？你要如何演得好给他看？你要，所以他是无所不用的。我们的剧场是无所不用的，所以我惊觉以后就觉得哇，我都已经念研究所了，我都不懂传统戏剧，所以我回去以后也刚好有教过国剧组，所以我这个小小的剧场，你不要看我们这么小，可是我们就有5个领薪水的演员，啊，那么我们2个是传统戏剧，2个是北艺大学西方戏剧，基本上一个许杰辉，我就开玩笑说他是自发功这样，啊，所以呢，我就是让传统戏剧的带，就是带暖身的时候，他们互相带。那所以我觉得小小的明星剧场有虽然是把我们拍电视，就当时拍电视很辛苦，电视组的人每次都回来就很堵烂，因为那剧场地板都擦很亮啊，大家只在那边拍戏就好了，拍戏的每次回来很累，觉得说然后妈的把我们赚的钱都赔光了是怎样，但是我想他们今天也知道了，就是说那个戏剧的是剧场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将会再次的集合这样的力量来走就是希望台湾可以走出这个最最最丰富的这个剧场形式。其实那个是主要是因为拍《但愿小医师》
拍《但愿小律师》的时候呢，因为是那个是第一次公共电视有那个大家可以上网讲意见，就是每天播出以后就有啪讲很多篇的那个喜欢哪里不喜欢哪里，或者是什么，或者引发他想到什么，那是我们拍戏从来没有过的经验。那我这样每天这样看的时候，而且我就觉得里面好多好多东西好感动人，我觉得有的比我们的戏还动人。可是我们就觉得 OK， 如果是这样，如果是大家用这样的热度在关注，我们应该写什么？所以我们讨论了半天，觉得台湾下一个问题应该是保育，就是环境保护。所以我们就拍了《复院》，那就是关于那个森林保育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是一样，从头学习。我们虽然是成绩很快的学生，但为了连续剧，已经去台大念台大念了几次，有的是请这些就是真的去科系相关的科系各种学校请教这样。那所以是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 partner 说。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做的每一出连续剧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因为我们就想很多，我们就认为说保育这件事情，我们到乡下去看景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结合园艺啊，或者是水土保护啊，或者所有的这些教授在这边，然后比如说人家在那个山边烂垦或者是开民宿啊，我们其实可以去跟他就是。就是我们如果网站上就有他的消息，然后教授们可以去教他们，然后你要旅游的话也可以带你去，然后但是不断的敦促他改进，所以他做一个民宿真的有欣赏到好的风景，又不会破坏那个水土保持等等，就想了很多，所以我说的社会运动是这个意思。这位男孩是很凑巧是我们之前拍一部电影叫库马，是一个真实案例的改编，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的17岁的儿子在有一次烤肉的时候跟朋友发生纠纷，被一个15岁的男孩子杀死了这样。然后这个妈妈濒临崩溃，然后后来在人家的劝导下，2年多以后她去监狱探望这个凶手，那结果就整个改变了他，然后后来他也帮助那个杀他儿子，那个男孩子也很感动，就跟他讲说你没有儿子，以后我做你的儿子。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法务部现在很想推动的修复式的正义，就是正义不是来自审判，而是来自他们的互动这样子。那因为那个电影的关系，所以电影拍完以后呢，我们变成受到很多，比如说关护青少年啊，那个关护所啊，就是有的保护管束的很多青少年都被带来看，然后很多地方的法院、地检署都会邀约去放映，所以刚好那个机会，我这样跑很多地方的时候呢，也有到一些矫正学校，就我的意思说是18岁以下以及18岁以上重罪的这个。等于是管束的机构了哈，那我在里面也被他们感动，就是很受到他们的感动，那就是没有想到，就刚好差不多在这个时候，那个幽人神谷的刘老师，他也就是我们很早很多年前认识，但是都没有见过面，就在刚好在那段时间在相见，然后他跟我讲说他在青年监狱里面进去教他们打鼓。然后有一次他就忽然打给我说你来看今天那个监狱 open house， 我们就去看到他们在监狱里面学打鼓，那个时候就决定说哇，我们应该把这个写出来。然后那在那个之前呢，公共电视的一个朋友也给我们看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老师，他就是中辍生啊，他都不放弃他们，就一直拉着他们来唱合唱团，他觉得说就算他不爱念书，他如果爱唱歌，也学校应该也跟他保持这个关联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大概这两个合起来，
然后也是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就到现在也是维持一样，就是说我们都会做很多功课，就是这个编剧团队会去做功课这样。我跟你讲，我很难讲那个一线之隔，我自己很讨厌看人家想要教育我的片子，所以我没有一个片子是想教育人家，我只觉得我只能说是看看别人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24小时里面，可是我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会分享到别人的人生，我只是觉得，我其实觉得啊，我没有看过哪一个人真的人生那么狭义的，我觉得人生真的不容易，不是你家境问题，就是家里的情感问题，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限制，你不够帅不够高，或你不够聪明或不够什么，或者怎样，这样就没，人生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真的对于一般人怎么面对人生我真的有很大的敬意，我基本上就是觉得哇好，所以我想我其实都没有，我都没有觉得要教育谁，我是说看看别人的人生，对，就是说我倒没有一定觉得，我知道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像我曾经在东华大学遇过，在那个民族研究所还是什么遇到一个年轻人说导演，我就是看了副业所以我来念民族研究所，或什么什么，就是像蓝正龙，他也曾经在大陆有一个女孩子坐了好，就是十几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来跟他讲，就是因为看了《波利斯大人》，所以他去念法律，哈之类的，就是你会知道说，有的时候你有那个会影响一些人，那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其实也不是我们，就是因为很多故事我们都是去人生中找那个集合了好多人的故事，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去替大家做功课，去替大家知道说好多人他是这样子活，所以让大家互相鼓励。我觉得你们在做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国家的进步真的真的其实是靠每一位公民的努力，每一位公民都要负责，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